头家好，头家好，请问这条什么鸡啊？新年元宵节哦，元宵节提灯笼大庆活动，还有点我那边今天吃完后，烟花点，因为三楼的。黄文那中心那边中正路，然后接三民路，然后接民权路，然后接往南到交通台到往南延平路，再右转了新进路，新进路，新进路到这里，北上可能是到那个济安宫那个西宁大庙，大庙济安宫，然后到复兴路。